现在是早上7:05，今天外面好像就阴阴的，比较没有夏天的感觉了。彤彤早安，哇，彤彤已经在被子都叠好了耶，正在整理娃娃。动作很快。早安。早安，你看我的超级流汗。哇！已经不像是平庸平庸的熊在手同一手里。我看到了。超人，你关掉了吗？还是只是按头而已？就是按头而所以已。他等一下又要 BB 了。那个外面阴阴的。那好，你手表要记得带哦。哎呦，好，穿袜子。今天彤彤做这个毛虫的测试，妈妈帮你弄哦。怎么弄的？按一下屁股，对不对？按一下。我小时候也有做，好怀念。来了，很大声，哔哔，哔哔哔，啊，太快了！我帮你拿袜子了。而且老床就是要做2天，哎，做好的放在哪里了？也是放在这个袋子里吗？慢慢放在这里面了。那做2天，后天再交，还要验，明天还要验尿。我们小时候也都有做。这两天又是东京电玩展。昨天我的 Facebook 跑出来一段影片，2015年的，5年前的，那时候还没有拍 YouTube。然后是我拉行李，那个红色的行李箱拉2个，一个是那个推的，一个那个推的，一个是拉的。然后彤彤好小，5年前你几岁？1岁啊。1岁而已，对，1岁。然后你跟着我这样穿那个啾啾鞋，不啾不啾不啾，帮我拉行李，妈妈帮我们拍。那时候都还没有传到 YouTube 上面，看着就觉得哇，还好那时候有拍下来，因为我都忘记那时候你长什么样子，还好有拍下来。好小，超级小只的，好可爱。然后我昨天看完之后，那一段很短啦，但是我觉得很珍贵。那段可能才1分钟吧，妈妈随手拍一下的。我们要准备去搭电车，人很多。那已经是展完了，东京电玩展已经展完了。我们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一段只是很稀松平常的，我们只是随手拍拉一下行李。可是放到5年后来看，就觉得好珍贵哦。当时为什么不拍得长一点？那1分钟我看完真的意犹未尽，所以我就觉得真就是我现在每天这样随手拍这些，乍看之下可能好像是很平淡，没有什么的。可是如果拉到5年后、10年后来看，100年后，不要说100年太久了哈，5年后、10年后来看就会觉得很珍贵了。可能我们只是这样父子坐在一起对话，一起穿袜子，今天拍好，明天看可能觉得啊还好，不就每天都这样子吗？可是5年后，等你国中的时候再回来看，10年后，15年，16岁的时候，等20年后你要结婚的前一天再来看，当时我跟爸爸坐在这边穿袜子，然后妈妈来你还好小就跟爸爸一起打电动了，我看，是你的今天弹出来是不是？你看，彤彤那时候还在看爸爸，
看爸爸在干嘛，不会动，然后爸爸还看着你。我穿个内裤，那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对看，这没有 po 到 Facebook 上。然后本主要是在 Facebook 上穿个内裤，然后最后你看两个人都在看荧幕，很认真的。给你一个假的，看我，给你一个假的控制器，你就觉得有在玩了，哇，热腾腾。爸爸看我，看荧幕好了。老婆早安，来，爱你。妈妈出门了，宝贝。好好笑，非常有趣。好，粉彤，那我来准备早餐倒牛奶了，穿袜子吧。我会先跟我老婆抱一下。你看我倒牛奶倒到一半就出门了，对不对？抱一下。你今天是不是没有约到吗？没有预约到，没有预约到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就卖了，好不好？约到一台可以卖18万，我就不玩了，我先卖掉，等到它价格稳定，我再买。预约到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啊，他现在黄牛一台卖好几万，18万太扯了，我不相信有人会去买回来。可是如果加价卖，很多人加价卖，一台定价15000嘛。妈妈帮你把牛奶拿出来哦。没有，我拿豆浆。你拿豆浆哦，你的芭乐嘞？也不用。看你们要不要吃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不管。哦。还是你要给我拿那个麦芽。可以啊，你带你喜欢的。我先拆三明治，18万，我是觉得真的会买的太疯狂了。可是如果那种只加几千块的，定价15900嘛，可是他如果卖20000块，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会买的。我黄牛这种现象真的是全世界各地都有，日本也有，美国也有。热门的商品就是会这样子，你拿它没有办法。我先把这个端过去。尤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各种活动比较少。像以前红牛都是只在买演唱会的门票啊，就是棒球的门票，什么球赛的门票，那种比较热门的，比较少会去。少这种电玩商品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疫情的关系，黄牛能炒作的选项就变少了嘛，就是动到把脑筋动到那个电玩主机上面来了。那只是在我下面绑的。对啊。前面镜头是下面绑的。嗯，怎么了？算了，我已经买了。我不确定你要不要睡。我已经买了。想要解释是吧？就是不给你解释的机会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身上已经差很多了。只想立志想当个刺猬。当那个草船借箭。那你是要当草人吗？这样不好听啦。嗯。这样不是就草包？没关系，我自己知道不是就好了。我很珍惜这两年了。我很珍惜这两年。我自己要知道，要记住自己还有要做的事情。这两年就是我六年，不是两年，这六年过渡期，还有很多恢复结束之后还有要做的事情，这就是过渡期。自己要坚持。这种啊，还有送那个饼干。昨天买的，在便利商店买的，有送两个牛奶，有送饼干。今天23吗？20还23？还是可以三电风扇好了。来，快来坐着吃早餐吧。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爸爸早安，爸爸晚安。你亲一下吗？吃吧，今天吃马铃薯三明治。所以我看一看就觉得，我们也是见证历史，我们这一代，我们就看着历史在变。那些社群媒体以前是用照片，然后慢慢现在变成影片。最早的时候只有文字，然后慢慢有可以用照片，文字变少，就打几个字配照片。那现在几乎都不打字，就全部都是用影片、文字，然后照片也很少用。来吃吧。
拜拜。拜拜，停车小心。刷牙了吗？刷牙洗了吗？还没有哈、哦。你先吃，吃完再去刷牙洗脸。所以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，就是爸爸也跟你说，跟妈妈说，放到几年后、十年后来看，很多稀松平常的小事都是很珍贵的。好，就我长大就自己去上学了。对啊，我不可能一直陪你啊。嗯，你接下来上到中高，没有，等你越来越大，你越不喜欢爸爸妈妈陪着。对啊，我现在就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每天很珍惜跟你这样子上学，然后陪你打篮球也是啊。以后就会想跟自己的朋友打。这是还好，比较那个严重的是我可能打不动了。我现在能陪你打几年就打几年，希望我们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，就是你打得动，打得很好，打得进步，可以跟我一起打，跟我还没有打不动之前，这种会有一段重叠的时间。对，你50岁，刚好弟弟6岁，你可以一起打。拜拜，请多小心。弟弟6岁，我就12岁吧。对啊。吃完了，我去帮你拿。